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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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万长各位菩萨大家早安。这个角度，这个角，这个角度较好遐。小寡反光，小寡反光哦。好，人讲易劳易啦，吼，话劳易。有几部经吼，会讲到咧易甲法，吼，比如讲《华严经》啦，吼，《王觉经》啦，吼，《楞严经》啦，所以拢听到拢听下骹只尔。其实伊个专门是啥？大方广，吼。顶广加一个佛哈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对嘛哈，或者是哈大方广圆觉，这你嘛刚刚捌上过哈，修多罗了义经哈，个另外一部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
所楞严经啦、啊、哈。但是，人咧讲这经的经名的时阵吼，顶管拢性格对吧？拢甲讲到下卡尔，华严、王觉、甲楞严，哦。因此呢，原来咱所听到的经名拢是咧讲法。啊，顶管这个所在就是义啊。哦，所以就是透过法来了解义啊。哦，有些是，有些是讲透过事情哈、哦，来回这利。哦，应该就是讲这义就是理体啦。哦，理体啊，又是。也就是讲，佛吼，伊本身的理体，哦，那么众生拢有佛性吼，啊，到尾啊，到尾修到证到真心的时阵，伊的理体是啥物情形，就是义啊。哦，所以真心也是佛的理体的义，哦，就是咱透过了解法来。达到这个理体，这叫做法义啊。哦，所以咱有那些讲啊，了解法义，了解法义哈、哦。啊，都要了解，都要知影讲啊，这法义是在讲啥？哎，啊，过来就是，哦，我即马，这就先擦掉啊哈。哦这大部顶就是咧讲这哈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咧讲这，诸菩萨万恨所楞严咧讲这，好不好？所楞严啊，诸菩萨万恨咧讲这哈，所楞严咧讲这，这同款啦，伊嘛是甲顶管掀开，甲大讲下卡呢，所以大就是大佛顶啊。方就是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广就是诸菩萨万恨大方广。哦，啊，下骹这个就是法。哦，本来就是我现在来立这三部经哈、哦，原来哈、哦，华严咧讲的重点伫大，楞严经咧讲的重点伫法。王觉咧讲个重点伫观，哦，所以每一部经、每一部经、每一部经，伊个重点吼、哦，虽然伊顶管即个拢是同款的吼、哦，但是伊有偏重啊。所以法吼、哦、有应机偏重的意思啊，来了解吼、哦。义是拢同款哦，但是法毋是哦，法有偏重的意思哦。哦，应机吼、哦、偏重讲啥物法啊，互你会当入这个所在。迄个敢若顶礼拜我甲大家讲的吼、哦，有声对无？还有门对无？还有道对无？哦。啊，法就是跟那道路同款啦，吼，看你是要用什么路行入面啊，行入面这个城内底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华严有偏重咧讲这个意思，王觉有偏重咧讲这个意思，楞严有偏重咧讲这个意思。啊，其实吼。顶管这个部分拢同款的哦，这嘛拢同款的，安尼知吼？所以法有应机，偏重讲哪一个部分的意思？好、哦，再来我就是把这大方广做
做一个解说给您听哈。我这边要擦掉啊哈，因为安尼还袂抄好写，紧抄，无啊要擦掉，啊无会写到规号板了，会写到恁会看到飞去，啊。所以这三部经吼，嘛是非常要紧啊。听讲以后吼，第一部消息的经就是第一部呢，楞严嘛。这部经是经王啦，华严经的五个祖师内底第五个祖师哦，叫做宗密。宗密伊看到这部《圆觉经》的时候，惊叹呐，所以吼、哦，对《圆觉经》哦情有独钟，所以宗密吼、哦、对《圆觉经》哦做。很完整的一个注解，所以你若要对圆觉经更加清楚，会使去选迄个宗密注解啊，对啊，华严经的第五祖，你念过上的甲是意义的，有印象吗？宗密大师。华严第五祖，哦，伊本身对华严嘛清楚，对圆觉经也清楚。好，我呼掉哈。用红色的，恁看较无吼？这大幻观吼，义内底开始讲叫做体，相性体。碰到共相料跟体相用，这《法华经》吼有十如是，如是相性体，再来立作。因缘果报，再来从本到末，从本到末就是那一张树啊，吼，这就是本，这是末，好，这本末究竟哈平等性。究竟平等性的是无自性性，究竟是这个性哈。但是虽然是究竟是无自性性，按讲哈，咱希望哈会当归本，所以哈会当安尼叫做归体。为什么呢？向尾哈、哦、延伸哈、哦，表示沉沦啦。伫这世间沉沦来，所以伫世间沉沦来吼，迄、哦、力就变作差呀。
福慧啊，福慧的那个变作差的，所以，人讲真正苦就是吼，咱的迄、那个，咱的智慧力，咱的福德的力差去啊。所以人呐，智慧的力也是福德的力差去吼，你就知影。在这世间有苦啊，无苦啊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要救众生脱离苦吼、哦，就是爱吼，让众生家己爱有力起来，这才真正救着众生啊。那无多让众生吼、哦、有力起来吼、哦，愈沉沦是愈苦啊，因为愈无力啊。啊，像咱那愈无力作业啊，啊，发挥的愈无。所以苦的原因嘛，咱嘛当讲讲，就是福慧的力愈来愈无，会苦。啊，毋只讲吼，每一个众生若有福性吼，你爱去夹，夹唔好，互本身吼沉沦落去，沉沦落去要变心就困难啦。所以有人就讲吼，万劫吼。万劫不复啊！哦，超脱不了啊！哦，这我有亲朋是安尼讲啊，讲，人个你做人靠有啥物好？你看人个宠物吼、哦，遐受人安尼疼惜吼，啊，其实吼、哦、是。伊碰到拄好，即个主人就是介有缘，伊才有通好即款个福啊。假使伊来世连即个缘都无去个时阵，啊，你就知伊惨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还是做人比做精神较好吧。安尼了解吼、哦。系啊，唔好看讲哦，啊，宠物的福报比咱较好，人个主人疼啊呢，啊，咱无人疼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伊这个佛法的迄个观点吼、哦，伊还是要做人较好啊。因为迄是多好，这只宠物都有个主人安尼个疼，迄嘛是伊过去。前世父母、哦，前世夫妻呀、啊，没前世父母，前世夫妻呀、啊，这谁个，刚好，搁八百块呀，哎呀，不是前世父母了，前世夫妻的、啊，哎呀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吼、哦，要怎讲呢？悔感爱出来，我讲到这悔感，我就去比一个给恁听吼。哎，有那些咱笑的笑的，讲啊，迄演绎甲空花吼。哦，迄精神分裂症的弄幻听幻视嘛。咱就讲啊，伊眼力空花吼，就是吼、哦，家己个目睭有病啊，所以看，佮幻听幻视，哦，啊，咱就咧笑笑个安尼吼，啊，当作咱家己足正常个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有那时啊，家己问家己啊，咱具足几眼，人《金刚经》内底讲佛陀具足无眼啊，咱具足几眼？那个有信众讲，我们具足两眼啊，你两颗眼睛。啊，我讲啊，具足肉眼吼、哦，有失败所在，我讲恁听。因为夫妻嘛吼、哦，啊，动作
对方真正是先生还是太太。但是吼，这两个内底，若其中有一个人开始修啊，修到尾后开悟啊，啊，而且佫执着吼，诶，三明六通啊，啊，突然间伊会倒，诶，困到一半了，醒起来，哎呦，我边啊困的这哪会是阿公啊？还是讲，哎呦，我边啊困的这哪会阿嬷？原来就是吼，阿公阿嬷吼，迄种过去世的亲人啊，这世煞变作翁仔某睏的遐。哦，这已经沉沦落去啊吼，其他的感觉拢无去啊，啊所以吼，就敢那具足吼两颗眼睛。跟他肉眼其他的眼都没去了，所以你如果没想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，越严重有苦吗？其实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说过了，不要说修啊，修到心有嘛，心有的时阵吼，其他的感才会出来呀。你无心个，你无修个心有吼，其他的感袂出来呀。你那其他的感是安那来？经过心有相定，啊智慧开发明嘛。所以明跟通吼是相通甲明，因为相通是定出来，明是啥慧出来。所以通跟明哦，通先再来明，通是定出来，明是飞出来。哦，啊，这呢无出来吼，咱嘛是会变安尼啊，演绎甲空花。哦，那明明都唔是先生甲太太，结果甲当作先生甲太太。来执着啊！好，我请问你，迄是不是我哪有病？所以咱有那些笑笑的，对不对？笑人笑的哈。啊，即摆你若碰到迄圣人吼，看咱遐执着，伊咪讲哎，是哎，物啊笑卡有存。哦啊，所以都差啦，差一个笑较厉害，啊一个笑较轻尔，啊嘛同款笑啊。哦，就早含进前无一段文是安尼有无？突然间有一个修定的人修甲哇，啊敢若看到梁军咧修正，啊看到梁军修正，然后佫这梁军尾啊佫吼都。走里面的莲花孔来的，哎，一小奇怪，我哪会看到这個？伊当去加迄个通参道人讲，我是不是吼目睭花去啊？我是不是看唔到啊？我是不是吼？我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？我是不是有演绎汤跑出空花？结果吼，因大家都唔知影讲，这到底是正常啊，无正常？伊都走去问佛陀啊。啊，佛陀讲无啦，这是正常的。伊看到啥，阿修罗甲天神修正。啊，所以有那时啊，你对这因果呐无讲介清楚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安尼时，你嘛错一条，阿太，是不是我有问题？啊，恁够看到？恁拢无看到？啊，到我看到呢？我是不是笑的？结果唔是啊，结果唔是，家己看到是。佛陀讲无啦，伊无看唔到，伊真正是看到吼，迄阿修罗甲天神伫遐修正，所以有那些通出来的时阵哦，是正常的，安尼咁了解，是因为沉沦久啊吼，真相我唔知去啊，
他看不起啊。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吼修改吼，慢慢啊，迄款本性会当造出来哦。迄本性会当造出来哦，叫做归体啊，归本啊。啊无吼，就是一直往自我沉沦哦，会愈来愈歹啊。啊，而且吼，六道内底吼，应该是啥？应该是做人上好诶。因为人靠迄个头脑，哦，啊，而且吼，人靠啥？己足营业共相甲别业之相，所以体相用是因为营业共相来，相性体是因为别业之相来。所以人吼，写满人生吼，伫这个所在较集中啊，较集中吼，伊要角度较有法度啊。所以爱会记吼，人是法器啊。所以我会甲因讲吼，讲就是讲吼，恁若有另外一边啊，不管恁太太也好，恁先生也好，伊若讲吼爱你爱甲讲吼，后世人要阁嫁你，也是要阁娶你，恁莫答应嘞。为什么呢？恁莫帮助伊沉沦啊，你知不知？你以后你就讲好，你就烧较少，莫烧到有，烧到海咁重，烧到有剩，哦，唔好安尼啊，真正经诶吼，真正是会沉沦嘞，哦，咱得吼，即世有缘，啊，得好啊少缘吼，啊好啊，大家拢收起哩吼，啊唔好吼，唔好咧，已经咧沉沦啊，家己还佫。哦，一段角度拢无啊！所以人吼、哦，人有脑吼，靠我多直接共相个志向来内容搞，哦，往搞嘛。哦，啊，就是因为人有法器。啊，唔只讲吼，佮看他歹命都爱做人，唔好去做动物啊。因为啥吼？从做宠物，迄是拄好你碰到咧，碰到有缘咧咧。啊，你若碰无到咧，啊，咪去了了伊。啊，人是毋是靠选择个机会？就是搁啊靠吼，靠出尖，伊往那会角青个啊。所以不管哪样，做人拢有角个时阵啊，做动物透一角个时阵啊，迄个受报个啊。为什么无角个时阵呢？哪有不一样啊？人的那西医说要解剖哦，去研究那脑的差别在那里。所以吼，修菩萨戒吼，咱袂使吼，乞草的吼，伊就去食食，因为搁较那去食吼，就是人，迄是法器啊。啊，有哪时啊讲啊，要淡掉吼，拍算啊无吼，做喷吼，互地食，啊嘛无大啊，无伊要食啥，所以这个较不要紧，因为吼人甲动物真正是有差，而且伫个商业顶端吼，会太人追逐动个呢，哎呀，这是要了解吼。因此吼，咱得过来比较这两个呀。
这空话甲使女儿恁知啦吼，敢有唔知啊？爱我解释唔免，我们再无举手。使女儿什么意思？有唔知影无？哦，使女儿唔是石头的查囡啊，唔是这个意思，是吼使女呀、啊。使女就是未生啊，未生的女人哈、哦，怎么会出现儿子呢？所以未生的女人哈、哦、不会有儿子，叫做使女儿。所以使女儿是绝对无的物件。啊，那空花。对正常人吼、哦，咱唔是少的嘛，唔是少正常人来讲，无迄个幻视啊，无迄个幻听嘛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对正常人吼、哦，恐慌嘛是无的啊。佮说呢吼，咱感觉咱正常点嘛吼，他当作先生佮太太嘛吼。但是要对圣人来讲吼、哦，感觉佮唔是安尼，阿公佮阿妈那也是变先生佮太太。哦、所以呢，使女儿甲空花哦，照理来讲哦，拢是无的物件啦，无的物件吼，这边是刚看作有的啊，啊这边是完全无的啊。但是呀，白白拢无的物件吼，我倒爱问你啦，那本身有病是会看到空花，还是会看会看到使女的？空花，一定是会看到这啊，未去看到这啊，这是无可能的。白白拢无的物件吼，伊也是看会看到这，未看到这啦。因此吼，咱讲理啊吼，理上啊。空花是有还是没有啊？答案哈、哦，这就是理啊。所以有那些咱咧讲理咧讲理吼，咱来了解讲什么是书，什么是理啊？这是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叫做空花对有病的人吼、哦、会有啊，啊对正常的人吼、哦，或者是圣人吼、哦，非有啊。所以理上吼、哦，空花吼、哦，非有非无啦、啊。好，啊、我再问您下吼、哦，亲朋吼、哦、是有还是没有？亲朋是有还是没有？理上哈、哦，赶快哈，亲朋也是什么？非有，非无啊。得一这两个例哈、哦、来讲，圣义地，这个是。世俗地哈，所以以后恁听这了，因为你要都爱家己知影讲啥叫世俗地，啥叫圣义地哈，较唔免特地在咧想，哎，到底啥物是二地哈？二地变那笼统了哈。在圣义地上哈，无自信心究竟空啊，所以非有啊。但是哦，在这世啊，这世伊真正是你的亲朋。所以非无啊，这叫做吼、哦、二谛。好、哦，那谛就是理嘛，谛神谛就是理啊。好、哦，这二谛啊。好，诶、欸，
我即马安尼讲你吼，你嘛是拢听有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拢听有啦吼。可是呢，你敢真正我都感觉你的亲朋，是你过去的什么因缘？我都无，无嘛，无，所以你敢实证啊？无嘛，所以。有一个重点爱甲恁讲个，就是讲，你虽然知，但是实情呢，也未出来。道理是知哦，吼，亲人、亲朋哦，会有会有，但是你真正了解伊啊无？也无多啊。所以以后恁得会了解讲，什么叫做业相，什么叫做实相。你若真正知伊甲你有啥物因缘，迄叫做实相。你若也毋知，就是也佫有业相。所以呢，有业相的人吼，绝对是无多归本啦，因为伫枝末嘛，所以枝末靠业相啊。归本吼，就实相啊，就无迄个业相啊，安尼。知啦吼，所以苦一对来，苦就是吼你无都知影真，执莫业上来，叫做祸业苦。所以恁大家有想要无苦无？啊，所以吼恁都要好好修个知影。好。千万唔好讲讲，啊，冠胎是毋是阿公阿嬷？反正即马都阿公阿婆好啊，爱就好啊。这就是吼、哦、心，就是讲对佛法吼，这法无入心，伊才安尼讲。法若会入心的人吼，伊看法就无同，伊就想要知影真相。心有的人，伊无想要，嘛心粗的人，伊无想要知啦。反正我都好啊，即世来当爱都爱好，但是惊爱袂好才好，才害。好，哦，心啊有的人，伊知影即款业苦吼，伊都无想要过安尼教。所以什么叫做法无入心，什么叫做法无入心，什么叫做会退转，什么叫做未退转，你自己都要知道。法无入心才会未退转，法无入心会退转。所以要越听越清楚，不用不会退倒的啊。因为无入心嘛，无入心，你无想要知影真相啊。这道理知是知吼，但是吼，有人讲啊，都用未出来啊。啊，但用未出来，都因为还未实证啊，迄业还阁作动个啊，拢伫枝末啊。无多，本来无多出来啊。吼，阁刷咧。在自我心会乱未？会啊，拢两边啊，拢两边是毋是很容易起贪跟嗔啊？是毋是？两边的业相是毋是？敢若相应，咱就贪啊，对无？啊，无顺感就嗔啊。啊，所以越往自我心，你的三毒会愈厉害啊。所以吼，人无迄个绝对歹心肝的啦，啊嘛无迄个绝对好心肝啊，是因为吼未了解做这道理啊，所以吼才拢转袂好的。啊，若无就是有哪些好，有哪些佫变歹，安尼有道理无？所以佛法物件是。
究竟的东西，全世界宗教没一项我都跟佛法比的，说真的，因为我都把这个说得那么清楚，那不是儒家我都说这个啊，那不是儒家我都说这个啊，说真的所以齁、哦、一定要都透过事情、哦、来回啊。啊，祖师说要理路跟行路，哦，这二路四行观嘛，哈，理路，哎，行路四行。但是吼、哦，恁看这两句吼，顶管这句甲下卡一句，到底是利爱心还是私爱心？利，伫顶管这个成私爱心呢？啊，伫下卡这呢？下这是利爱心啊，到底是私心还是利心啊？啊，就敢那，敢那乞丐心还是低贱心啊？好，还低贱心啊？低贱心吼来乞丐，唔才有意义啊！啊，无吼有诶乞，有诶乞丐，唔知乞哪一门呢？有吃安那呢？我就是吼、哦，猪肉无食尔，因为这是戒，啊，其他的肉拢会使食。啊，这毋知是行哪一门的，吃哪一门的。或者有诶讲，我得干那牛肉无食，啊，其他的、哎、可以啦。啊，这是吃哪一门呢？所以知见若无清楚吼，吃戒是毋是会出问题啊？那叫做啥？戒禁取啊！所以见惑有五根来破嘛吼，其中一项就是啥？戒禁取啊！啊，他有戒禁取的，啊，都低根，无清楚，啊，都戒禁取。所以理甲事吼，应该得一项爱先啊，理爱先。所以最爱知啊，但是理爱知吼。嘛，还阁无多感觉困伫边仔，这个是啥个呀？所以啊，你爱个事情来知影。所以，这个利就甲这个利无同啊。这个利是低贱的利，这个毋是，这是利体的利。啊，就是这啦，这体大，这立体，好、哦，要紧啦，这个啦，这个一字尔用红的要紧啦。立体，混的立体啊。啊，那伫遮咧，伫遮是，法啊，法理啊，伫遮叫做法理，伫遮叫做理体，啊，所以法理啊成在，法理成在了吼。四行啊，四行立地体啊，好，
啊，四行离立体的四行会离离体啊。咱来讲这个经啦，吼，经就跟佛法经的经报嘛，吼，经报吼，以世间这营业共享，吼，以人来讲啊，是不是出家的男众就是华创，所以正华要救助吼，爱出家的男众咩？还要咩？啊，你想看咩？然后一天吼，这出家的男众无去啊，你想这世间会变啊？所以恁来发愿咩？哦，因为这重点嘛，啊、哦，再来第二个就是，真正经报吼，伫遮圣经啊，圣经是啥？菩萨啊，得道菩萨才叫圣经啊，无得道哪会叫圣经？哦，也就是吼，已经开悟啊嘛，一个具足啥物，三明六通啊。见到实相了嘛？再来就是这款的圣经吼，敢一定得出现在出家人内底，不一定嘛。啊，无他维摩诘居士，维摩诘居士其实不是圣经里爱混的，还附过来呢，所以。所以你想吼，菩萨会伫个在家内底无？会未？会啊，我未。六祖吼接衣钵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接的啊？在家。对啊，伊阵还未出家呢。六祖呢，祖师接衣钵的时候，伊阵还未出家呢。哦，所以这是以上以圣义地来讲的，因为四书地，四书地的世间目睭看的嘛。所以什么是四书地？以后恁都要了解啊，世间的肉眼所见叫四书地。什么是圣义地？不是世间肉眼所见的，有殊胜。修行义也是法义，叫做圣义地。啊，所以这两个意思要知，这两个意思若唔知吼，你无多笼统。哦，所以呢，以这两个来讲吼，这边一个爱顶礼一个，但是吼，这个爱尊重一个，安尼。来咁听，哦，这边顶咧，这个是心顶咧，啊，这边这个尊重这个是因为吼，啊，顾着这个民主啊，安尼知吼，啊，咱叫做二谛通达，啊，无咱叫做二谛融通三昧因。所以想中叫做无相为中
就是安那，伊要吊伫这个上顶冠，也要吊伫咧这个上顶冠，所以叫做无相为宗，禅宗啊。禅宗无相为宗啊，吼，意思咧，伊要吊伫这个上顶冠，伊也要吊伫这个上顶冠，还叫做二谛通达。因此呢，我来个比一个例子啊，因为即马佛教嘛是为了八进法的问题啊，八进法唔得，那比丘尼有咧建议讲，啊，这八进法到底是咪复杂呀？我是刚刚吼，都唔免坐坐啊，用迄、那个脚头想就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要尊重这吼、個，佛一定要做这啊，啊无免来尊重，所以迄敢得做，唔免做嘛，迄奈得做，迄本来就是爱吃，本来就爱尊重吃，是不是安尼？迄叫八进嘛，八进法啦，对，八进法，八进法条文。再来，伊爱顶礼仪面，确实吼，伊那是比丘尼，啊那是圣僧呢，啊伊爱顶礼仪面，啊要甲顶礼是咪跪咧甲顶礼啊？迄哪会看的啊？像观世音菩萨，迄唔用跪咧甲顶礼。嗯。你爱尊重华藏。我问您一个哈，好，这嘛是吼，甲诸位尼众吼，劝说一下吼，恁先生搁较歹吼，你是莫甲花过呢。哦，那是看的。啊，那你嫁一个较烂的先生哦，啊你颜面嘛拢无了了去。你们要听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哎呀，他更歹，你也要来尊重他的颜面一下，不然你嫁到歹，你嫁到那么黄人，你敢爱？所以即使这个比丘尼是圣真啊，圣身，你也不能跪下去，但是吼、哦，咱若知影讲啊，伊就是圣经啊，我们要不要重新顶礼他？啊，咱就较输人，哦，你受比人较，人受比你较久啊，你无你，哎，至少人袂沉沦啊，无像你啊，大家看无，时常拢看无。哦，人个受足久的人来。啊！你心要甲感恩顶里面，所以这是啥？这叫二谛呀、啊。好啊，我个问您，这二谛哪要通达哦？爱具足三明六通面。当然嘛，爱啊无伊啊看伊看无啊，要怎顶你？心顶你吼，敢那肉眼够高，无高啊。心尊心顶礼，他跟他肉眼不高，因为肉眼看拢人尔，你也人，我也人，那看得出啥物人较高？所以用肉眼，那会当看出啥人较高？所以我无讲吼，咱聚焦几眼啊？一眼，一眼就变独眼啦，两眼啦，啊，就两个肉眼。所以吼、哦，你若无其他人干吼，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出来，你靠可能心的顶礼啊，靠可能，因为我靠看拢人，哦，啊，我靠看拢人，迄个营业共享，
所以营业共享的部分哦，当然就要尊重这啊法床嘛。啊，但是实际上哦，你爱干嘛顶你这爱嘛？啊，所以《维摩诘经》内底哦，遐罗汉惊维摩诘就是惊到要死啊！真系遐惊伊，啊，伊的技术娘娘遐惊伊，啊，都一出来，当然嘛惊伊。啊，像遐罗汉会惊，啊，罗汉有诶拢修改通煞未惊。迄罗汉有诶拢修改通诶呢，遐我未惊，迄连介讲话都会错，我未惊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要二地通达吼、哦，嘛是毋是讲肉眼的我都通达呢？咱常常咧讲吼，啊二地啊通达，啊二地啊通啊啊敢通啊，都未通。为什么那未通？啊，都啊无实修未通，啊无实证啊未通达。所以吼、哦，菩萨见得位叫做通达位。等于虽然吼、哦，有阵时啊，不一定天眼爱出来，但是哦，慧眼嘛爱知，慧眼的心爱知，心爱知哦，伊境界比较较高。啊，所以菩萨登地叫做啥？通达位，嘛叫做啥？即喜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对这种已经破破知啊嘛，啊伊也捌这个道理啊。好、哦，时间是咪够？啊、哦，那先休息一下。